性的落实。那在人的社会里面，儒家强调要回到那个最核心、最原始的根本。那所以，纲常、伦理，这个呢，都是一种核心的根本。那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，在《道治宗旨》里面的经文，它有很多德目是重复在讲，那重复的强调，而且呢，很多理论的原则都包括了各种的德目，那这些德目。